老爸，老爸叫你人看，后壁来向补一个中年人出。哦，安尼金光闪闪，本家摇摆的样。哎，这个干袂起的啊！这个什么？安怎？安怎？安怎？咱即毛趁偌济？趁偌济？趁着啦！趁着呀！喂，啊，今仔日哪会这么热啊？恁伫个遮，伫个卖穿卫生是毋是啊？哎呀，恁拢毋知规矩吗？恁伫遮伫个做生意，做生意趁钱啊！啊，毋着爱交保护，交保护？当然啦！哦，即个是个，会老老大指头啊，就对啦。大指头就大指头，唔免捞。啊，查某囡仔人哦，你嘛唔通安尼。啊，你今日面试约看到刘生约，唔敢记一无人，是啊无人。我想讲你来后面，阮这歹命人，趁恁三千块钱尔，啊你来怎样抢钱？我讲啦，钱是无法度啦。哦，啊你若讲话叫阮讲哦，后边莫来再趁钱会使啦。是无法度，后边莫来趁，莫来遮趁。哎呀，敢唔这尔容易啊？没对，好话来好话。老话讲老哦，咱来讲哦，聊皮哦，树皮来聊聊，树心事哦，也要用用哦。你若看老翁老婆啊，两部车，少年走遍东南亚啊，走遍西北角，或者讲哦，阿吉角，哦，我人讲唔白话嘞哈。你今日嘞要甲手指，也甲伊倒平平，啊，来拍我赢，再讲啦。你即马要等呀，要等干部呀，互你表现一下。我知，我
我是要改行做生意，也是开行做店做生意啊。咋的？是啊。哎呦，你养这点我都爱啊，啊，不过要爱都无本钱啊。我跟你讲啊，有诶吼，就是开行做店，啊，那无诶就是路边晃业。那我嘛是想要开一间店吼，不过阮老爸免安尼出来外口安尼风吹林晒，对无？啊，不过开店嘛需要金钱。当然啦，咱讲头两辈嘛都爱吃白米。然后敢无平时啊午餐，肯定袂吼白白落来金钱互你用啦。对，那哪里？唔知你有想要做啥物无？我听你当讲出来，我听啊。我若有能力，我会当甲你斗三工啊。你要甲阮斗三工？是啊。你的意思是讲你要提钱请阮哦？嗯。你想你要做啥物，我拢提钱互你。好好好。好好。这啊，这人。啊，你看这唔知少爱闲的无？你是唔知活动的？一盘啦。我惹人啊！你敢无？你这手机你无咧看吗？手机后迄个摕600万、100万，叫吼拢吼来上网去，都一人抽会着，拢10万、20万，你互人一家咧共管啊！啊，咱即满咧就是歹人诶，是啊，咱是叫好运好人啊，好运啊！啊，你来讲，你讲要帮忙啊，问题少少，你懂吗？讲50年。50年，我50年，你家少年想爱开地讲新地管啊？你刚刚咧讲着重点。啊，变得搁较济咧。哦。啊，我吼有一个希望啦。啊，讲一下参考啦。好啊。查囡仔，看你希望是啥物，哪有人上水？只要你看，我绝对吼关心你的喜欢。那我要做迄种生意吼，就是要稳赚的。我刚才看你的身材，你规身躯金当当，我就知影讲哦，那这种生意吼，就是这种人上爱高官。我要开金仔店。金仔店对。金仔店不小事情，我是提出来，要无借问一下，开一间金仔店，恁敢有拍金仔师傅？拍金仔师傅？是啊，金仔爱拍。我金仔是遮大地，你是要挂两层，也是要挂头壳顶？哈，遮麻烦哦。人金仔，你看会当来拍手指、拍手链、拍挂链、挂耳钩，拢总会用的。你若无拍金仔师傅，今日去金仔开金仔店要做啥物啊？哎，你来遮内行啊？莫非你是开过金仔店哟？我唔要开金仔店，我比金仔店搁较好个。其实金仔我一点仔哦都无遗憾啦，我嘛有去看过啊。我哪呢？你来是拍老妈的心愿呐？原来是你老爸啊！我的心愿哦，足简单个啦，因为我无别项专长，我干呐泡茶啦。啊，如果哦，我来恁本地方哦开一间清茶馆，啊，阮老爸来当顾店啊。后来屋客上会当食凉休困，安尼哦，我的收入就比较较稳定，安尼是真好吗？我若讲安尼，我感觉比较较有利，因为你还知影，若是啊开小金仔店，生意若袂晓，万通爱靠别人会去用刁，到时阵生意做无成，你都爱了钱。你若泡茶有兴趣，我感觉开迄个清茶馆，那安尼，我真赞成，我叫你去投资哩，真是哩吼。啊，不过你利息唔知要算偌重呢？利息哦，你要借我钱买利息哦？我还没去哦。我无讲，我这样等电脑啊。先回去。哥啊，我无讲我小弟要甲你讨利息个啊。惊，放心，送阿你，把你打伫个胸口。唔免惊，赚着钱回本，再过来搞你哦。啊，我清清采采开个清茶馆，莫伤济啦，伤济啊，阮也等到吼，安尼担当袂起来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安尼是代表我说，七啦，是，我啥是七啦？伊啊是七，七偌济？一百两好啦，一百两减一点嘛。点嘛啦，好食话就好啦。所以景点需要拍客哟，找一个好点头，点数嘛爱较贵，伊都嘛爱好，遐地上嘛爱真地味。一百两算啥物？来，100多哩。100多。我上百包，我再来讲300，都提死啊！我话。不要讲讲这。对哦，第一次有人来这边谈心嘛哈。哎，我老爸吼，人咧无啥爽快，安尼我甲你说多声就好啊。我叫做啥物啊？我叫做哦朱红玉，我老爸叫朱阿斗，真是有影。要唔我来帮忙你，啊你边做何说多声？哦，说多声哦，哎呦，说多声就是阿伯啦。我若是吼赚足侪钱的啊，啊我来当讲哦，会当加倍还你，安尼好无？你来阮
来哦，阮开店迄一天哦，你来到位，我免费招待，放心。我绝对会去探听，冰冰坤若探听，绝对会知影。遐若是哦，你开无开店迄时间，同时人客交关的一定是我，一定是你。是啊，啊无你的面头条的呢，我袂认得你呢。放心啦，我会认得你是好吗？你唔免认起我的面容，遐毋过我是人甲别人无共款呢。哈，你无共款？嗯，你是毋是生做足歹看，所以你面拢安尼暗条的哦？讲我无共款，是我想法个性无共款，毋是我生长无共啦。八仙，八仙其中一仙啦。倒一仙？八仙有哦，八仙来查个啊，伊可能其中一个叫查着我。哈哈，把你当作八仙，我是当作天顶个仙，原来是讲八里游龙迄个八仙啦哈。哇，安尼拢是仙嘞，我实在听无解清楚。我伫加载，我搁遮尔紧会晓甲你反应。放心，你讲等到以后，以后要等到伫当时，一月、两月、三月，半年一冬，啊，那你想完啦啦。哈，无你是要叫我来甲你算东西啦？我辛苦啊，无啥物贵重的钱，就干那你付我的钱尔尔。我若讲钱都厌去，我钱都要帮忙你，我搁甲你提钱有啥物意义？啊，我甲你讲看卖啦。而且哦，我嘛爱需要你马上就回报我。马上哦。你安尼愈讲哦，我愈糊涂呢。啊，无你讲啦，你有啥物要求，我若做会到哦。